分钟都不能给，要准备了。核战剩一分钟了，剩五对，伙伴们，核战要开始了，各位别担心，各位战友们。等等，在核战开始之前，赶快趁现在再强化一下，四十九秒还可以强化多少？我只有几万了，我只有四十几万，没都在累。我两个人打太阳我比你还低。我们强的，放心，我刚刚跟奶绿强化到快要一百万。哦，回音回音，有队友已经一百万以上，我们有一个一百万啊！回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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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关掉回音，我关掉。我抓错画面。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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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，今天要玩这款叫做《战国演武》，我们要直接比我的游戏画面还大，直接先打核战，因为这核战太刺激了，我们一定要剩十秒，剩十秒核战，核战喽，核战喽，伙伴们，剩十秒就要开始了，剩十秒。核战喽！不行啊！我还在看游戏吗？一分钟一定可以。进来了，已经聚集，我们聚核战吗？要核战，要核战了，要核战了，可以点了，可以点了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我可以放出去，我可以放出去，我先放，先放，核战，核战，先放。纪律，纪律，你要放什么？我打了四万三。反逆之言。那边全部快死了。无施展对象。这边全部撤退，这边死光。九万一。全死了，全死了！你们的分数现在多少？我看有人不火了，再来！激烈激烈！五马执行，我死了！回避！烧他！他们也在打哦！激烈，赶快放！激烈，赶快放！开始放玩具，你看他们现在撤退那么多，就 AP 回复 ，AP 回复。单铁好，我不是我放激烈的。我刚刚也放狙了，没关系。为什么我是攻击跟远距离是什么意思啊？幻焰之舞，撤退中！哇塞，他们一直把我打撤退。太好笑了吧！你怎么一直撤退啊？我还站着。有，我站起来，狙略，再一次狙略。没有对象。为什么我不能调下面的回复 AP？ 有，他们都倒了。回复，又站起来了，赶快回复 AP， 快点。AP 回复按右上角那个。对啊，如果着急的话，先用右上角，先把右上角那些用完。好刺激哦，我觉得我好像队伍弄错，我只站在远距离。又撤退了，赶快回 AP。快点，安安，快打，打爆他们！一进来，人家那种观众一进来就看我们在那边激战。我们怎么全部撤退了？回复啊！回复！我回！我先回一下 AP。啊！我都把这种关键的都用掉了，我们快应该要留一个 AP 了，就无施展对象啊！谁的游戏声音那么大？是啊，我有在家吗？我漏音！巧克力队回复，我记得有个地方可以拿那个奶绿，不是可以拿那个吗？探索的，探索右上角那个。对，我去拿，回复50到60。深渊仙人可以回复80。没有，那个是任务啦。你说的那个是任务。对，我去哪了？我去领 AP 了。调一下游戏的 BGM。我怎么又躺了？安安哦。就是 support 嘛，我一直在。第一次来的安安，打爆对面啊！没有攻击对象啊！有，人家站起来了，打！哇塞，对面一张 LG， 37,675。我要用猪眼一枪了。好，快用朱雀。打！攻击机会。连击我们疯狂连击。能攻击的时候要赶快按，对，不然他们突然把你打死，你就会变成撤退状态。好，随便打一下都10,000，好爽。我打他们好不痛哦。我要先去回 AP。哦，23 combo。你们知道那可以去那个征战回复吧？嗯，先打一般的嘛，我知道。对。会，赶快回复40。超级没有战力，一进来就听到回复，怎么撤退了？撤退了，死了！不行，撤退，打爆他们！有 AP 回不到，很多了。嗯，三元为什么是 combo？ 回复到89，我来打。但是猛，我又死了，好多上山天气。可是我用的是前天。我快要被追上了。他们怎么都死光了？不可能啊！他们没有。来，激掠，我来激掠一下。喂，我们的攻击已经连到30，无施展对象48，又干掉他们，赶快去回 AP， 赶快去回 AP， 对，趁他们都死掉的时候去回 AP。好，
我再去回一下，再去回一下。给我打！可是我没有人可以鼓舞嘞。我还有下面。打这个就核战很简单，重点就是对方都撤退的时候就赶快去打 AP， 然后 AP 又起来的时候就赶快再过去打核战。这三十分钟就这么的紧绷。开始喽，参战！你现在才进来，你已经死了，你的废物！不、哦，怎么可能？你竟然又回复 AP 了？因为刚刚说我们在打，不会，我马上回来。刚刚我们扫这样的队友也可以啊。哇塞，没有对象，没有攻击对象，在补血。说我们队友有谁？我来把他打出来。哎，我们快追上来，快追上来！不会啦，差得远。差十万。等等，我卡住了。来跳一下，跑一下啊！我们是演武西军。我们是西军，快来赌西军赢吧！他有赌哦，他赌我们赢就对啦。他那个官方粉丝团有活动，他们在就是我猜看谁哪一队赢就奖。告诉各位，我们多么的用心在玩这款游戏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在玩啊！我们起码战力有300万呢、啊，赌我们赢就对了，赌我们赢就对了。欸、我没有 AP 可以回复了。AP 你一样按 AP 回复，然后用那个探索，就是要去打。左下角有我的伙伴们。他们也快用完了，他们应该也快用完了。哦，好痛哦！我补轰，车血下去快到10万了。来来，再打再打。这么鼓舞人。我们 combo 已经到46了。哦、有了，终于有了哈，有了哈。我在核战限定征战，那个核战限定征战那个。哎、欸，我核战现在卡住进不去。为什么？进核弹就会 loading。不，你这个没有用的。对，哦，会不会是 loading？ 你们才打打了，打最会增加、啊。没有，他时间一到就打啦、啊。就是因为你们人太多了。会，反正他们快被我们打爆了。回血，回血了。还 loading 呢、欸？又无施展对象。才打7分钟。又无施展对象，哎、欸，对面可不可以加油一点啊？刚刚太阳，你是把他踢出去了。我们把太阳踢出去，真假的？你们已经杀了太阳啊？太阳是对面的、啊。他刚刚在我们通话里，我们把他赶走了，超快。为什么？我们排挤这个。我们要讲策略，我们把他弄走了。好坏啊！可以放疑心暗鬼，令对方撤退的人战斗、欸，有这种？毁多少 IP 啊？我没有那种技能的。他有血啊，你的 AP 就在你的 HP 下面。没有对象啊。哎呦，对象有对象了！有了，快打快打，揍他！我、哦、combo 55、56，超多 combo 的，还要倒还要倒了 ，AP 满了，一个普攻就可以58000。我们光是普攻就够啦、啊，拜托！我们已经多少了？哎、欸，他们放金孔明的诡计，嗯，那是令呢。好，你们打，我再去回家 AP。令不是还有一盒吗？我觉得我们这样还蛮强的、啊，就是金孔明。我们就是有些人在打，有些人去回 AP， 然后等回 AP 就回来，然后再打的人就可以去回。对，我们跟对面差了，我一直都是用这个连击的机会。这就是差很多嘞，团队的力量啊！哎、欸，对面那只前天梯是怎么站着那么硬都不会倒啊？我让他倒，我来让他倒，我来用一个猪眼一枪。那是太阳啊，那是太阳的角色。太阳他90几万，他怎么弄的？我也是99万。欸，你也弄到90几万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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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这个时候不要按回复，不要按回复。我们全部人都撤退的时候，他们不能攻击，我们就同时回复。可以啊，他们还是可以，可以啊、因为他们输我们。可以攻击，他们可以继续打。不是我们在撤退的情况下，他们会找不到对象。没有，他们分数输我们的话，就可以继续打。他们可以一直打。嗯，有这种事。有啊。嗯，我们被那个落。我打过被输的时候。这样这种事。行，我先回 AP。而我练习的时候赢太多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跟他们说，我们是4-5。你别跟他 loading。对啊，我一直在 loading why？ 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赢的。你们现在大赢吗？哎、欸，奥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差不多。奥义未使用，没有人有奥义可以用。他们要追过来了。
奥义，要不要补了？奥义先用，你可以把我账号秒给我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我要先复活才可以用。可是你的不就是登进去了？对，登进去了，可是他现在不让我那个，所以我想说我赶快马上换 Android 的系统，看能不能进核弹。我进核弹就会卡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人跟我一样用那个吗 ？iOS 吗？还是你们全部都 Android？ 我是 Android。Android 全部都安卓，全部都是 Android。没错，Android 的时代。白虎爪冰锤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打得如何。哦，连击喽！啊，打！伙伴们给力啊！到底打多少了？181930哎！你用什么招式？18万，用80 AP 的招式。哦，你已经把大学用掉了，那不是留在最后的吗？哎、欸，那我一开始就用了。我还有个机会没用。欸、我进领取东西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太大，我直接破给你。啊，这个啊，然后我进核弹看看。哎、欸，快点鼓舞！赶快啊，再炸、啊！We need you！ 我很快就来了。哦，队友啊！我在努力了。回复。哎、欸，蔡乔是后卫，我是后卫。后卫也是有技能，不是吗？我战力比较低，会在后卫啊。那几个后卫？我后卫到第一，我已经兵很低了。负责鼓舞的啊。还是可以鼓舞啊！你们战力太低了。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人没在打、啊？你太猛。他的 ABC 白，该不会就是我？不是你 AB 四。不是，那是我们的老大、啊。我们的老大他应该没有在打、啊。你老大谁啊？我来看一下，那战力10万哎、欸，我们的老大张小毅啊，战力100万，然后第二名是奶绿，天哪、啊，我接近100万，对啊，你接近100万，我接近90万，在地球人呼呼，我是第5，100万的为什么没有进攻？打回去了，还好我先攻击，不行，我要先回 AP。先去打那个回 AP， 真的，我只要进核弹，他就会 loading 在这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马上转 blue stakes 看看。好，你赶快转。第一次来档案哦。我只有声援可以做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你没有能量了、哦，因为你是后卫啊。对啊，我不能打，我打只就打三位数而已，看一整个三位数，真的假的？几百而已哦。对啊。因为我的攻击就是用远距，然后射他一箭。哇，超彗星！你要用纪律，你只能用纪律。我没有纪律，我是用纪律。我是攻击远距离跟声援。因为是你就一直用声援就好了。对啊，你可以声援加我们的伤害啊。我又死了。因果报应。必杀满啊！用必杀技。追击的机会，哎、欸，我们分数落后了，现在追击他们。赶快、欸！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！哇、哦！追击！我不行哦！哎、欸，我又挂了！不行啊！我们练习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会输？哎、欸，你打11万！有他们现在都撤退了！对！来，朱颜一枪！哎、欸，又逆转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用无视斩对象，用号！一站起来就打他，一直按呐、啊！激烈一下！对了！好！哇！哎、欸，那个打18万呢、欸！好痛哦！好，我先把这边，先把这个打落。我、哦、按到什么？按到什么？核战，继续核战。看起来好像是队伍里面最上面那个。更换游戏剪曲，希望 Blue Stakes OK。希望 OK 啊！你们也是用 Blue Stakes 哦？对啊，深谋远虑可以回 AP， 好好。不是，我是用。等一下来看一下。打！我们 combo 已经到92了。打！哎、欸，我又挂了！哦，不是，是对方都撤退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输了。账号密码，输入账号密码了。快点！输入账号密码的地方了。你我再去回一下 AP。我没有办法。哦，连击纪律。我们少这么多人也可以赢啊。对，纪律也可以连击，那是因为有人在放，有人在放。就打到一只而已。杰伊永远陪着我。放那个谁？我又被打趴了。先去回复 AP。哎、欸，我登录了。你登录了，终于。冲啊！快了，直接进来放技能，超越他们。进来放大招，进来放大招。没有问题。还正在下载最新数据。天哪、啊，这个备案准备的太晚了。
你的备案，哇呀，怎么可能？我之前我核战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、啊。哇塞，教练。